炸吧。嗯，空。枪手觉得走运吗？正在觅食。红 buff 有了。有了，但我想玩那个想玩游侠，2块钱剑魔买了，铁男没注意，我在想阵容，不过打得过就行啊。下一波上二星，不要输啊！哎，顶了个空，好，二星小炮。红 buff 给小炮，我们就要玩枪手了。但是我这把不玩枪手。这把不玩枪手。小炮。精准而优雅。在他们入土之后，我才能入。运吗？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好，再见。调整一波，调整一波，好，调整一波。大腰带。我两个射手够了，别吸血啊，没事，贵族 buff 在他身上没关系。看下一波给不给蓝枪，不给蓝枪的话就把他卖了。蓝枪有没有？没有。我靠，海盗。不差那个钱，不差那个钱。OK， 这样战斗力会高一点啊，战斗力会高一点。我起枪手的话可以配小炮刷钱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如果遇到厉害的话我可能会打不过，所以我决定三跪两骑两枪，然后来个满血刺激，有没有可能？没有满血刺过激，所以我觉得这把要拼一下。我们可以先拿他一个女神泪啊，第一名的话不太好拿。不用大棒也好，因为我有一个魔抗斗篷，对吧？我有个魔抗斗篷，不用大棒也挺好。女神之泪也行，但我们优先抢大棒，
因为离子火花已经出了啊，已经出了，所以优先抢它啊，会在前期会凶一点，直接卖掉。上，好，起飞。他在这里打滑步，这两个分边站，分边站，摆个正方形，正前方一个无山。现在羁绊很厉害啊，新等级不够，但羁绊很强，有个离子火花，基本上前期够用了。他三个两星他也打不过我。哎呀，我小炮被拉就有点伤了。小炮有离子火花的，不能被先，不能被杀了。好，行，打出了足够的输出，可以接受。你把这个秒了呀！哎呀，这把打不过，打不过。主要是小炮被拉了，这个二星小炮被拉有点伤，而且贵族的卢还在卢仙身上，这把可能会打个平手，我打不死他，他也打不死我，这把不应该，真的应该我赢的，但很可惜，运气不好，这把哎掉血，这把他肯定是打不过我的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小炮被拉啊，一个是 buff 在他身上，什么是后悔，所以输了，十二。十二块的话可以上啊，可以上双游，双游侠，双游侠很猛，现在四个羁绊掉了四滴血，感谢你只会换号打匹配黑铁送上的飞机，对，没错，我只会换号打匹配黑铁，然后来一波游侠教学，希望你能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再来一个飞机，哎呀，我再把九十六滴血吃起，需要一支箭就能带走，这四个羁绊有点猛的，嗯，这个血基本上锁住了啊，给我来起点二星，兄弟啊，可能我要给你展示一下游侠啊，让你感受一下我黑铁皇帝的威力，九十六滴血直接锁住吃鸡，五虎齐王，电竞胡荣华，昨天有人说我是电竞葫芦娃，是胡荣华，好吧，电竞胡荣华，胡司令，不懂可以百度一下啊。给一个啊，蝙蝠大剑，哎呦我靠，那我们要起手反伤甲了呀，等一下，起反甲，哎，什么甲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搞个这个东西，当然是有说法的呀，有说法的，好吧，小炮把它用了啊，现在羁绊很猛，反伤甲卢仙65护甲，这个给他用其实有点捞啊，但是可能你不太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因为这个是养的，这个装备是养的啊，别拉我小炮行不行，我小炮要换个位置了，我靠，哎呦好烦，完了血锁不住了，细节没处理好，几级？几级？这个人有点猛，三个两星，血量没锁住，尴尬。小炮的位置僵硬，小炮放中间好吧？你拉去吧，啊，哥们儿，
你拿去吧。可以下切。这个，哎，三桂，哟，这三桂起的不是很，好。我现在不能肉的飞起。三星狼人，你这个盾牌举的嘛，跟麻瓜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我弹死你，你打得动吗？你别打我小炮行不行？你别，我靠！大家好，我是甄子丹。哇，这个清爵太棒了！哎，没了，抢不到。火男。火男也没了，我还有个大腰带对吧？哎，抢一个这个东西。这样的话呢，我是有个大腰带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啊，有大腰带。极地，哎，双极，再上一个就三极。现在不给，终于很舒服，双游两级，这个人好猛啊，翻皮水，吃暴力吸，我靠，看到于我的咆哮吧，三级，四级，地蛇，马上动身，等会把他下了，下来正好少个骑士，骑士也没用，我多个骑士，三游侠，看这把艾希能不能第一个出来，第一个艾希出来就厉害了。我这个四级地有点猛的，
哇，掉了！哎呀，我抢不到剑刀呀，没办法。看这把怎么爆了？六级。等这个。六级是有变态呀、啊！攻速可以，给了个攻速。第一波大虫子不要的时候他来了，将知道什么是后悔。我有活，室友兄弟，室友四级，两暗影两骑，夸张的一。哎，我怎么把这个给他了呀？哎，哎，我靠，我给错了，我给的不是反曲，啊？搞错了。谋发后手持不要对手，痛苦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。十块钱，哎，搞错了，给他吧，给他感觉不太好，我的艾希要养一养的呀。再上个女塔啊，上女塔保护一波。双护卫，两贵族，后面三个天使，三贵四级，三贵四级双影，双骑士，三贵族，猛的一批，你懂吗？我的布隆居然打2000多滴血，就硬弹的反伤甲，硬弹的，弹了2000多，全场输出最高，有点猛啊。大狗熊没啥用呢。第一个艾希，艾希我由寒冬铸就，没提到，差一个，这个也差一个，这个也差一个，好僵硬。我们不能花钱了，真的不能花钱了。不花钱了，不花钱了。我递不到布隆，布隆一心太脆了。大招动起来，完了，完了。完了，你射一个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来一个千珏，来一个艾希吧，来一个猪妹吧，都行啊，我战斗力就会涨很多，明白吗？女坦来一个，好，可以，青龙刀。
这个死哥好东西。哎，我靠，他挡路差点不抢到阿卡丽了。好，这个死哥拿到了电刀一出啊，电刀一出，来抽个红包，抢个死哥，来个红包，500块现金红包。哦，来布隆了，来布隆了，终于来了。地蛇没地道，艾希第一个好吗？我要艾希，艾希，艾希，好，不地了，不地了，真不地了，真不地了，不地了，真不地了啊！美法师要死哥干什么？没错，我们要的并不是死哥，而是他身上的这个女神之泪啊！因为我们这个阵容只要有电刀，你会发现无改，明白吗？太恐怖了！有千珏吗？有千珏吗？我现在电刀才是最重要的啊！电刀才是这样。哇，好像我的击杀速度有点快啊，有点快。哇，来了，终于来了，现在非常的变态，再给我来一个艾希就非常的变态。枪手斗法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还没成型。枪手，好，可以，我一个布隆就能教他们做人了。只要斗法不给力，我布隆顶在前面，射你。哎，他怎么还有个千珏？还动起来？怎么讲打不过，射一箭，好吧，这个布隆有点太猛了吧？哎，我布隆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，这布隆。哎呦，这个位置不太好啊，这个位置不太好。千珏好像没有开出大招来。这个千，我这个布隆怎么样？一滴血。站着打不死，你看一下他的大招是什么？隔挡80%的伤害，啊，加上我的反伤甲115的护甲，再给他来一个魔抗。但是这把没斗法的话，我们就不急，啊，有斗法，出一个龙牙，基本不掉血，啊，基本不掉血。但我现在少电刀，所以输出不是很那个。我靠，卢安娜飓风，僵硬。哎呦，终于来了！刺客怎么用的？卢安娜飓风可以考虑一下的，分裂，射死他。好。这个来个青龙刀啊，再来个电刀，好，就够了，就够了。女坦和朱妹，你来一个嘛，好吧。龙王喷不动我的布隆，没事，不用自然之力，我马上再起一个人口，上一个天使啊，上一个哦，不行，要起个人口。对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好像他们撑不住了，我感觉他们已经撑不住了，不需要起了啊。这个第二名啊，这个第一名，我要针对一下他，我看一下他的装备，我们来针对一波。大家好，我是甄子丹。
针对他一下。看一看他的阵，枪手啊，枪手能不看到布隆叫爸爸啊？要叫爸爸啊？那不急了，我不需要生的了，白嫖就行了呀。我们七人口，等会起个八人口，带来个九人口，一天使一女坦，够了呀，啊，够了呀。我卢安娜飓风分裂75伤害搞一搞还可以的呀，我觉得可以啊。艾希给他来个青龙刀啊。这个龙牙对我来说没用，拉我边随便拉。这个布隆你看啊，你看就这个布隆，你看我的后面的后排你根本打不了的呀，你根本就，你看我的分裂攻击，你怎么打这个分裂攻击啊？你跟我开玩笑，你跟我说卢安娜飓风不好，现在是75伤害的啊，跟原来不一样了，改了，加强了啊，二星威也起了，好吧，就打第一名就行了呀。这个第一名枪手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往他脸上一放，他就可以退出游戏了，明白吧？这个东西就直接让他退出游戏啊，往这一站怎么打啊？三个壮汉围起来，把他挡住，看我分裂攻击，分裂是游侠攻速很快的，拉我没用用，维鲁斯把你电死啊，就用离子火花把你电死，对，都不需要打你，都不需要打你，你明白吧？啊，镜像就能带走，可以，我们要升人口了。抢手装备，天使女神类天使，女神类天使，女神类天使，好，他没要天使，他拿的是那个女神类。Oh no！ 但是我这波升人口，应该是上女塔。我拿女神类天使是干嘛的？我告诉你是把它卖掉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要这么放啊，因为他们撑不住了，对，知道吧？他们撑不住了。女坦来一个，猪妹来一个，他们已经撑不住了，啊。没有后面的这个后续了。你看这个枪手看到我，你看他看到我是什么情况，什么概念？请问他能不能打死两个？我好像有点猛，但是顶多也就这样了，好吧？啊，顶多也就这样了。大家好，请叫我甄子丹。双护卫，双四游双护双影四级率两骑士。好吧，他撑不住了，这两个也没了。少电刀，少个电刀，来个铁男。VN 是不想了 ，VN 起不了了，这个也起不了了，就起一个猪妹就行了。猪妹铁男来一个就够了啊，没有九人口了，撑不住了。如果还能九人口的话，我现在上个天使。冰锤给维鲁斯，可以给，但是没必要，没必要，因为维鲁斯根本死不了。我还对电闪，我还对电闪雷鸣，烟花，一首烟花阵容，灵风，哇，太好了呀，还给我个灵风。这个灵风给我就太猛了，把给布隆啊，让他肉一波，加波魔抗上来还能控制一个，很强。下一波再刷个猪妹，我这么多钱刷个猪妹一定能刷到。
甄子丹同学下一波应该是要掉一半，再下一波结束，因为他枪手打我布隆太亏了，打不动。烟花吃死无解。OK， 哟，铁男还来一个，千珏肯定是骑不了了。艾希、布隆、猪妹来了啊！我们下布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杠上开花啊！完美阵容，非常强势。恭喜系统提示牌。他这把可能要被血虐，可能25滴血直接带走，不好说。你盾牌举反了，兄弟。不过我的猪妹大招教他做的啊，他盾牌举反了啊。他真的举反了。铁男没用，你在逗我吧？你跟我说铁男没用，哇，兄弟。一看你就搞不清楚情况啊！追一把 VN 怎么讲？漂亮！盾牌不举反他会很惨，好，盾牌这把没有举反他会知道什么叫恐怖，我可能只死一个猪妹，游戏改锁。好掉了，这个太舒服了呀。还有一滴血吗？行，还有一滴血，可以啊。还有滴血，他跟我换位置，比手速就是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魔法后消失的亚的手，带出温暖永远照顾了。好像不是他，哦，是换了一个人了，甄子丹同学带走了啊。所以我们这把位置换的还是很重要啊，布隆顶在前面非常重要的，不能把布隆搞差了，布隆搞差了就没得了。我后排不能受到威胁的，受到威胁就继续。哦，这个布隆是真地肉啊。加血吗？加血吗？这个不合适吧？行，牛皮，好，可以，哇，够硬，好，吃鸡，第一名 ，OK， 行，同学们，今天吃到一把鸡啊，下播了，好吧？荣耀下播，吃个饭啊，我中午。